有一个确认，我每次在神面前的预备就很不一样哦，好不好？那这时候我们再次把身上手机拿出来，好不好？我们看看一看，然后把它关掉，关掉，让我们一下时间，我们的敬拜，但是单单属乎神的荣耀。我们也相信神对我们认真，是因为我们对神认真。那个认真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恩典，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膏。我们希望在这当中一起来珍惜这一切。我们安静我们心，一起来预备为今天的聚会、为今天的敬拜。我们相信我们灵打开，为主耶稣基督而打开。我们相信我们所得着就是耶稣基督特别的祝福。安静我们心，一起来祷告，一起预备。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主，我们要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更恳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以圣洁的装饰来到你的面前，好叫你的荣耀能够在我们当中彰显，好叫你的宝座在这里设立。主，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天命的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到敬拜里面，这样祷告恳求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新西兰敬拜团，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站立，我们来歌颂我们的神。深深之爱回到我胸，多深一抹难以形容，高超足心深过海洋，穿过高山无法测量，是多么最高空一首深浅爱自拯救，长阔高深，是高级诸天的，我们当向神来扬声欢呼。Thank you.
是的，我们要天天来称扬神的奇妙作为，我们要天天来向他欢呼，全地都要向他歌唱。我们更渴慕能够天天住在他的里面。是的，我们要恳求一件事，就是能够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主，求你今天早上就给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渴慕来到你面前。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好叫知道，好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还有哪些的隐恶在我们的心里面，阻挡我们，拦阻我们。求你的圣灵的火来点燃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有你那样的心肠，有你那样热爱灵魂的心肠，
好叫我们的眼光能够像你一样有那国度的眼光，好叫我们的价值观能够定睛在你身上，能够知道永恒的价值在哪里。主，求你来翻转我们，求你赐下那圣灵的烈火在我们里面焚烧。是的，主，我们将祷告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是的，恳求主的灵火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焚烧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炼净我们一生。Thank you.
主啊，愿火从天上降下，愿烈火焚烧我们的心。天父，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天父，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神，你的应许从古至今永不改变，一直存到永远。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恩，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天父，谢谢你存留我们的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来更多领受你丰盛的恩典。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时间，等待我们成长，等待我们成熟。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时间，等待我们回转来归向你。Amen. 等待我们学习跟上你的样式。Amen. 天父，愿你的圣灵今天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每一个人。Amen. 我们是属你的儿女。Amen. 我们每一天都要行在主你的真理当中。Amen. 我们每一天都要被主你来光照。Amen. 天父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再一次来与你面对面，再一次看见主你的荣耀充满在全地之上。Amen.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孩子们如此感恩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献诗由恩典以及米迦勒诗班，他们所要献的诗歌是《这世界非我家》组曲。
是的，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每个人都渴慕将来在天上那更美更好的家乡。接下来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今天的经节在17节到26节。路加福音第五章17节到26节。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站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爱的真实与锻炼。我们把时间交给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生命是一个解释，也是一个经历。如果没有解释的话，我们要做一个依循的动作，有时候只好硬碰硬，或者是跌跌撞撞的。但是如果一直有解释，一直活不出来，那也变成是空虚，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突然懂了一些东西，但是依然不快乐。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在真理里面有爱，而这爱是要有喜乐。弟兄姐妹，这爱我们希望在今天跟昨天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体会到在爱里面不但没有惧怕，而且那些恩典那些祝福追着你，追着你到千千代代。如果我们偏离了那一条路，那反过来一切的咒诅，一切的敌人追着我们，直到有尽头的，那个尽头是灭绝。那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来思想，哦，原来爱的功课是这么的严重，不是只有得到好处而已。那也许我们在爱里面有很多自己的解释，就是我就是如同一般宗教所谓的爱，宗教都是劝人为什么为善，所以我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我真的很多的帮助弟兄姐妹。其实在爱里面行善事是一定要的，不用再解释了，不用再解释。但是如果以世俗的一个说法，就是积功德。如果我们生命只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一种危机。弟兄姐妹，也许吧，我们做一个把一个跌倒的人扶起来，这是爱的行为。当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你给他一碗饭，这是一个爱的行为，都很棒。一个人心里忧伤，你把大大哦忧伤安慰他，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命的生活伦理里面很棒的一个作为。但是你只缺了一步。就是如同在埃及地一样，你什么都安慰他，帮助他，给一碗饭，只缺了一步，在那个逾越节的晚上，你没有提醒他说，在那个晚上门门要放上羔羊的血，你只有这一件事没有跟他讲，其他的你爱心都做了。弟兄姐妹，你让他遗憾终身的，他遗憾终，也就是说他失去了道路，他带着一个好像健康的身心灵，然后在毁灭里面。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好像瘸腿的没有好，好像瞎眼的没有好，但是你那天告诉他救恩，你把羔羊画在这个当中，隔一天他带着残缺的身体一起出埃及，他在道路里面得着了，虽然有一点点残缺，有部分的不足，但是他得到永恒的祝福。弟兄姐妹，在爱里面没有惧怕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在今天我们就直接做这样的一个爱的一个抓住的感觉。那也许说啊，那个出埃及对我们太遥远了，我们做一个现代的好不好？现在
你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人，哇，很无助的样子，你说你有什么帮忙，我要帮忙你。他说可以啊，我现在哦，拿这一张哦，我这个不会领钱呢，不会领钱。啊，你就说啊，那我帮你，我会，我教你哦，这个 ATM 是怎么领钱哦，这个密码怎么按，这是按这几个，然后这账户你怎么按怎么按，然后最后告诉他说啊，这个数字哦，你要怎么按怎么按哦，你所有的帮助他，智慧也帮助他，动作也帮助他，最后帮助他完以后，他的钱都被诈骗集团骗走了。你所有的帮助没有告诉他道路，只有告诉他方法论。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都是这种方法论的一个帮助而已，方法论的帮助，也就是我帮助你。所以圣经说，你若会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哦，没有用的。如果没有真正的道路，哇，你这些东西哦，好像突然有很多恩赐，再加上你如果会先知讲道，很多的一个理论，但是却没有道路。你如果会周济穷人，甚至叫焚烧己身，叫人得着，那你要发现一件事情，也没有用。你的周济穷人又怎样呢？到后来他失去了盼望，生命没有道路。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常讲到，在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忍耐，这样的故事里面，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爱是永不止息，也就是直到那时候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望爱。弟兄姐妹，如果你所做行为没有直到永远的那一个点，那我们所做行为全部都没有用。如果我们做了所有的爱心的行为动作方法，如果没有到那时候，那我们所做都没有用。圣经在讲到那时候长存的，所以先知讲道之能，说方言的这样的恩赐都会过去。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好思想，我们在圣经里面直到永远的，我们渐渐老了，我们仍然彼此相爱吗？我们在生命里面所看见的喜乐是什么？盼望又是什么？温馨的感觉又是什么？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个醒思，也许就是这个地方出了差错。什么差错呢？我们的爱是不是都建立在交换条件的爱？什么叫交换条件？就是门当户对，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或者是交换条件的，你真的给我很多的帮助，我觉得你很爱我，建立在你真的给我很多帮助，那你给我的帮助，所以我要给你，我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还会继续给我，我们那个互惠行为是帮助我们一起成长的。还有一件事情，你肯定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犹大就心里面很不爽，真的很不高兴，而且不在乎了啦。耶稣，你说什么？我做那么多事情，你都不肯定我。我说这些给周济穷人，我表达了那么多次，我管你这些财物，结果耶稣，你肯定谁？你肯定玛利亚所做的献上那个香膏。所以我很生气。到那后来，犹大所表示的是生气，他说：“你不肯定我，自然有人会肯定我，谁呢？”是，反而是比较有权势的祭司长，他肯定我，一样的30两，你看他就给我了30两，但是他出卖耶稣的钱。有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得到肯定的，被人家肯定的，哇，那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你知道罗波安吗？所罗门的儿子，他治理国家的时候，他得到同侪的那些人的肯定，所以他不再听那些老年人的话了。我觉得人家有肯定我，我必须要用我的权势。他以权势来治国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只有骄傲了，骄傲，因为他被那些好，我们再说好了，好，那些假的拍马屁的人来逢迎的话语被欺骗了。亚哈呢，他在一个政治的交换立场里面起了耶洗别，就变成道路的失落。啊，这个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生命的醒思，你的爱是不是在交换条件呢？第二个，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进入了神的爱，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失落？什么失落呢？什么失落呢？我爱莫能助，我根本没办法，我也没恩赐。神啊，你叫我做这个，我又没钱，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没有机会。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生命在自我解释，我都站在颓势。都是别人得着，我都没有。有一个太太跟她先生吵架，我跟你讲话讲那么多，你都不回应我，你只会在那边看棒球赛，哦，盯着棒球，盯着电视一直看。后来我不理你了，你就根本不爱我，我要回娘家，我就气呼呼回到家自己妈妈家。
一回到家打开，他看到爸爸在干什么？他爸爸在看电视，还在看棒球。哎呀，他很生气。爸爸你不懂，我跟妈妈讲好了。好，问爸爸妈妈呢？妈妈回外婆家了。就很多时候，真理是什么？谁对谁错？我的交换条件是你爱我，你又爱我。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没有对或错的问题，是一个时候的一个问题，你也没有死活机会的问题。你说爱莫能助吗？弟兄姐妹，神那一天要打死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那么强壮，神用的是什么？大卫，你手边有什么，你就用什么；你熟练的是什么，就用什么。弟兄姐妹，他熟练的是五个石头，这些石头不搭嘎的，这是跟这个战场上的刀枪铜戟盾牌是配不上的。但是神要用你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五千个人，你现在手边有什么？我手边五饼二鱼，五饼二鱼跟五千人，一个饼要给多少人吃？平均一千个人，谁会切？弟兄姐妹，耶稣会剥，会剥，剥到后来剩下十二人。弟兄姐妹，让神来做好不好？你的爱要让神在你面前经营你生命的爱，而不要跟神说我没机会，我没有钱，我没有恩赐。今天在神面前，我们要思想，今天道路突破，不要再用这种理由，不要用自己的想法，不要用自己的看法。我们想法，我们看法都会定别人错误，定别人都是他有恩赐，都是他不理我，却不知道这世代里很多的需要的感觉、快活的感觉，如果能够配搭很好的话，他棒球也可以看得很高兴，我也可以替他加油啊。替他 加油完结束以后，我们再一起来吃牛肉面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就算输球也没关系啊。好，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好想，那一天神对摩西说带我百姓出埃及，摩西说我怎么会，我哪有，他怎么会听我的？记得哦，神对摩西说什么？你手边有什么？我有杖，你现在就拿起这把杖开始变化。很多神迹都有这支杖出来了，你手边有什么？弟兄姐妹，今天神要用的是你这个人，而不是你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让神来做工，你就会发现神跟你之间的爱互动了，互动。哎，一互动不得了啊！一互动起来，整个城市翻转了，整个时代翻转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除非让神来做你生命里面一切所有的真实的动作，除非你愿意承认你不行，承认神不是我能够做什么，让神在你身上做工。你知道有个路德吗？他跟波阿斯说：“我算什么？我比你的使女的任何一个都还要卑微，你还这么爱我，还对我这么仁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了解，我们在神面前要赶快认识自己。其实我们不配，但是我们晓得神，你竟然还愿意爱我，所以我愿意在我被爱的立场里面来寻求你。所以我要说一句话：我今天跟从你，不是因为我能够做什么，我今天跟从你是因为我得了这么大的爱。弟兄姐妹，所以那个跟从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弟兄姐妹，生命就是道路，哪里有神，我就在哪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有教会的公民吗？一定要教会的成就感吗？一定要教会的这个我的被肯定吗？弟兄姐妹，神今天叫我们也是一个谦卑的心。有一天神让教会荣耀，你也在里面。最怕的是那个我一直长大。好，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到底我们的爱出在哪里？出在哪里有错？所以啊，我们最近在查启示录，说我希望你回到起初的爱心。以弗所教会，你们在真理上面好像很懂，能够分辨很多，但是你个人的一个态度失落了，你失去了起初的什么爱心？你没有像以前这么爱我。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还记得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是个朋友抬着摊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开头就说了，耶稣在那时候医治了很多人，然后他的名声传扬出去。弟兄姐妹，主的名传扬出去好不好？
我们教会现在就做这种事情啊。顺便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要为现在同时间恩荣牧师带着队伍到台湾主的教会到来一乡去，然后洪哲传道带另一组到另一个教会去，也是都是台湾主的教会，然后敏真传道带着他们摩西的团队一直到上化圣教会去带他们的聚会。我们学习传扬出去啊，越发传扬出去，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啊，弟兄姐妹，有什么不好？而且啊，很多人自动过来聚集要听讲道啊，这样很好。而且耶稣就在讲道人跟人讲神的国，神的国啊，请记得把这些充分条件先搞清楚。耶稣在跟他们讲神的国的道理，而且他们也指望，所以他们有期望值。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都是带着盼望来的，都是带着盼望来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来到你面前，我们好喜欢来教会，我们希望来教会做这个做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很高兴才对。现在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圣经说，耶稣就在这时候却退到旷野，却退到旷野，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些动作里面不是耶稣要的，不是耶稣要的。你们来找我，不是真的要得到生命。你们来找我，并不是真的要得到真理。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有行为就好了，我们必须要有道路。为什么耶稣不断地在说道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摆在第一个，道路摆在第一个。为什么说他为我们被压伤、被鞭伤，我们得医治、得平安？然后说一件事情，我们都如羊怎样走迷、偏行己路。弟兄姐妹，耶稣为了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并不是不会走路，并不是不会动作，我们很多时候都自我的态度出来了。耶稣为了我们这个自我不断的走偏，为我们一直付上很多很多的代价。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自以为，然后眼睛看到别人的不是。有一个饼干工厂的老板，他有一个世仇，他很不喜欢那个人，他是那个做砖头的那个老板，他有一天要去跟他们一讲起话来就互呛香，他就说这个饼干的店老板就跟那个砖头店的老板说，哈哈哈，人家我都听说你们砖头做的比我们的饼干还要脆。这个砖头老板说，哦，是是是，难怪有人说你们的饼干做的比我们的砖头还要硬。他知道吗？我们同样两件事情都没有错，但是如果同样的嘲弄的方法，相对来说两个人都可以互相来嘲弄。我们在思想，我们说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说自己不对。我们说别人的砖头很脆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自己的饼干硬。弟兄姐妹，我们在说别人不是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自己不对。如果道路错，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厂做得很成功，那个做很成功，很多好行为都没有用，都没有用，成为羞辱自己的记号而已。那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故事就要告诉我们说，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故事。那一天，耶稣在教训人，哇，真的是好行为啊，而且动作很多，有法利赛，有教法师，各方面的人都聚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来看，现在这些人都来到耶稣面前，期望耶稣能够医治哦，使他能够医治很多人。但是我们今天来思想，现在要有一个动作，有一个人他用那个床垫这褥子就是床垫，抬着连这个一起抬到，把一个摊子抬到马可福音说的是四个人刚好嘛，四个人一人抬一脚来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这个动作就是什么？有爱，而这个爱是拼命拼命找耶稣的爱。我们需要有这种动作，拼命要找耶稣。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说我爱耶稣，但是如果你告诉这个病人说，我今天为你祷告，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其实你也可以这样说理论，但是你可以一个动作，听说耶稣来了，走，我们一定要去，你拼着命要去，我怎么走得动？你走不动，我们拼命都要把你抬去。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有少了一份动作找耶稣？所以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怎样到我这里，到我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少了一个动作，要爱耶稣要有一个动作，撒该那天拼命要找耶稣，他跑啊，
跑到那个地方，哇，你看他很拼命的哦，但是他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法，找不到方法，方法是人想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不做事的人他永远都找借口，做事的人找方法。要做事的人遇到困难找方法，找到一个方法，不做事的人找到一个理由，哦，我不行。我们今天要做哪一种人，请你要去找方法，神会给我们，但看你要不要。有一个褥子，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这些人是他的奋力的好朋友，也就为他拼命的好朋友。弟兄姐妹，这个拼命是拼命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道路。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份拼命，只会讲理论？我们需要一个动作，为家族，为你的工作职场，为国家，为教会，我们都需要有拼命的动作。而这个拼命是神在这当中引导的，你知道吗？有十个麻风的，他们要找耶稣，哇，这是他们的机会啊！但是机会不容他们，他们找机会，机会不容他们。这个拼命就是什么呢？因为在律法上，你如果靠近我们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你打死，因为你们跟这个歹故叫做胎哥，哦，麻风病。但是弟兄姐妹，他们拼命的意思就是，哦，我找不到，我要拼命要找。他们用喊的，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可怜我们。对不对？耶稣听到了，机会就来了，翻转就来了。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份机会？而机会叫做明白，你真的明白吗？然后奋力叫做抓住，你要去抓。弟兄姐妹，如果是恩典，是天国，你要努力去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神的国里面，你少了一份拼命，拼命。我们再次求主能够保守那一天百夫长，我拼命要得，因为我知道权柄，而我一定要这个权柄，我一定要这个权柄。我们再次求主能够保守，让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你相信你要动作。这个动作包括你抬过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得医治，我们是不是还要抬回去？很累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爱你，我拼了命都要把你抬过去，因为这是机会。第一个，你的爱是不是有拼命的感觉？找耶稣。第二个，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思想，如果我找耶稣的过程遇到困难怎么办？啊，算了算了，我并不是，反正我已经交代了，我已经有努力了。这个我努力是什么呢？我努力就是我有来找，啊，但是门关着，但是今天不营业，但是没有办法。啊，我其实很想吃这个东西，但是今天没有营业怎么办？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很多东西看你要不要去找，你不要遇到困难就说没办法。以前有一次我们在屏东找到一个水饺店很好吃，我每次可能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所以我每次都必须走一号省道，然后每次经过屏东，然后我就跟牧师讲说，赶快赶快赶快，那一家水饺店快要关门了，只有中间两点到五点是关门的，但偏偏每次我们回家都是这个时间。有一次我们赶两点，哇，两点十五到了，哇，关门了。他说没办法，没办法怎么办？啊，算了算了啊，因为规定就是没办法，就是没关门了。那一天我们实在是很不要脸，按门铃。哦，对不起，我们关门了。我们从台南来，我们仰慕你们的水饺，很好吃。要不然你们厨房借我们，我自己煮。你知道吗？他就开门了啦，然后就煮给我们吃了啦，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就买很多回来。弟兄姐妹，有些东西不要说没办法，你要的话就一定有办法。弟兄姐妹，很多东西要突破。今天我让我们看到都是人，都是人，我们挤不进去怎么办？算了，我们努力了啦，干脆回家再抬回去嘛。弟兄姐妹，我们在爱里面要做一件事情，爱里面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如果没有办法，正式的道路没有办法，正门没有办法，如果你要的话，请你一定要努力，
拼命敲门要敲门，拼命敲门要敲门。我们在神在告诉我们说，你向神祷告，你要怎么祷告？你要不断的祷告，不断不断的祷告。就算看不见，你也要相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做三个思想。做事的，愿意做事的人只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做大的事情，第二，做完大事情，第二件事他会做更大的事，也就是事情会越做越多。而不做事情的人，他们也会做两件事情。昨天祷告会有讲，他们会知事跟闹事，听得懂吗？他们会做这两件事情，他们会知事跟闹事，也就是我不做，我就专心批评就好了。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想一件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想到法子，我们就来做。请你找不到法子，你要想疯狂一点，好不好？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基督徒需要有这种为耶稣来疯狂的感觉，为耶稣来疯狂的感觉。讲文雅一点，就是为主来梦想，这是文雅人文雅一点的讲法。要真的拼的话，就要讲为耶稣来疯狂一点。好，我们上次都有跳过 I love Jesus 吗？好，都跳过。这种舞适合几岁的人跳？二十岁的人跳，对不对？为主来疯狂就是什么？五十岁的人要不要来跳看看？跳看看。为主来疯狂就是你要重新回到那个任何的年龄都可以为主来年轻一下，然后你真的会变年轻，你会真的变喜乐，然后二十岁的人会把你当作同类，然后他们会跟你一起喜乐。好，我们的舞台如果是表演舞台，人家会说哎呦很难看啊，如果是人生的舞台，那会是喜乐的。那我们今天在人生舞台里面要多多的参与，不要在表演舞台里面硬是要插上一脚。我们说表演舞台，哦，我这个像我这个80公斤的，哎，你芭蕾舞我也要跳，我硬是要跳芭蕾舞。弟兄姐妹，人家哎呦不要啦，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人生舞台，请你参与所有的疯狂，你要跳芭蕾，你要什么都可以。人生舞台就需要疯狂，弟兄姐妹。他们那一天，好吧，那我们就上屋顶，上屋顶。弟兄姐妹，这很难呢。抬着一个人上屋顶，如果不小心滑下去怎么办？啊，反正已经瘸腿了，再瘸另一只也没关系，就拼命的啦，拼命的。弟兄姐妹，不要留给自己后路，既然已经不行了，弟兄姐妹，反正你是离婚的，我今天就拼命了，你知道吗？在那时候，撒玛利亚城被封了，都快饿死了。那几个麻风就说什么：既然要饿死，干脆去试试看。结果。整个战局完全改变，神用了这几个麻风病人成为一个报好消息的人。这故事我们很熟，但是今天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份？有困难就找方法，不要有困难就说不行退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思想，看到红海不要说算了，倒不如回去。神就是在这时候行大事的，神就在这时候行大。不要看到人挤得要命，那算了算了，找不到根本没办法。那个血肉的妇人，患了血肉的妇人，找不到办法，想方法，疯狂一点，自己想好了，想一个怪招，不然我摸他的衣服，看能不能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你想，很多疯狂的事情在你身上没有标准答案，神看你的心，看你的心。弟兄姐妹，在神面前你就上屋顶，除了疯狂的方法。你上屋顶又能怎样？屋顶上面有门吗？弟兄姐妹，做一些破坏的动作，就把瓦拆了。这边是说从瓦这下去，弟兄姐妹，在圣经别的地方是说拆了屋顶，就把这个摊子坠下去。弟兄姐妹，你想想看，里面有很多尊贵人士，圣经说里面有法利赛人，有没有？有文士。好，弟兄姐妹，这些都在讲什么呢？这些都在讲地方上的士绅，有名望的人，地教会的长老跟神学院的老师一样，加玛列门下这种，这大家都很会懂，都很会讲论的，全部都坐成一排在听耶稣讲。弟兄姐妹，这些不是在等着要得到帮助，他们是在判断耶稣讲的是什么，批判，
然后听到这时候屋顶开了，他们不是在那边唱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不是在唱这首歌哦，他们在哎呦怎么？弟兄姐妹，这种动作是不被接纳的，不被接纳的。但是弟兄姐妹，这时候他们把这动作下来的时候，我们在学习一件事情，好不好？注意，什么叫做好人？什么叫做坏人？什么叫做破坏公物？有一次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啊，很紧张，很紧张，怎么办？怎么办？她关门的时候把她出来弄一下。结果他小孩一情急之下，自己才小孩才一岁而已，自己把门拉起来，关砰一声锁住了，锁住了车门，钥匙还插在钥匙孔。啊，妈妈很紧张，小孩自己开，小孩只会哭一岁而已，妈妈叫他说把那个打开，他不会啊。然后小孩反锁在车子里面，我们去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教会没有人曾经当过所以没有人会开锁，没有人会开锁。到最后，我们就说一个方法，大家都心里有数，要不要把车窗打破？把车窗打破，你知道吗？车子是他妈妈的，这个妈妈这时候马上就说：“赶快，赶快把它打破。”弟兄姐妹，如果正常的时候，可不可以把车窗打破？不可以，对不对？正常情况，好，打破要赔的，打破会生气的。但是这个妈妈是正是这时候很期待，赶快帮我把车窗打破。弟兄姐妹，你能了解什么意思吗？有时候有一些行为并不是对或错的问题。有些行为是道路的问题，而道路是跟生命有关系。如果道路跟生命有关系，你要学习破坏，要学习破坏，破坏障碍，破坏障碍，任何事情都是障碍。你是道路，你在生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一定要有的。神有时候把你一些东西挪掉，是为了保存你的生命。有时候你爱飙车，神就让你的摩托车被偷了。那我其实我这个哈，奇怪，这个是为了保存你的那个前面的祝福。那弟兄姐妹，其实，在生命里面，凡事要学习，有一些破坏，不要抱怨；有一些破坏是神了解你；有一些道路被拦阻，是神知道你。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当那个房子拆掉的时候，也许很多人生气，但是。真正好戏来了，好戏来了。我们在学习一件事情，当然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也许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内，什么是外，有时候我们看不清楚。在最右边的那是窗帘，然后我学习看一件事情，是不是拿着剪刀，这边有剪刀，把这些窗帘剪得破破烂烂的。你如果仔细看右边的窗帘，再看左边这些窗帘，其实你要不要看，好像它不是窗帘，它到底是窗帘还是一个外面的背景？然后天上星星到底是星星还是街景？有时候我们在思想，当然这是一个只是让你去想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就是有一些世界在告诉你学习这样，你要舍得掉什么，你才能够得得到什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多说这个，我们直接来思想，我们人生需要有一些思考，思考什么是背景。什么是实在？世界是背景，还是你是背景？我们所拥有的是背景，还是实体？你如果一直抓住背景的话，你如果一直把耶稣的爱当作背景的话，世界就是你的主体。如果你知道世界只不过是过客，有一天主体就会浮现在你面前，耶稣的道路。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来思想，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世界面对这种负面的情绪跟理论，只要有情绪跟理论，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自行公义，自行公义。耶稣见他们信心，请记得哦，这些破坏的、破坏屋顶的人，耶稣没有说见到他们破坏屋顶，耶稣说见到他们的什么信心。弟兄姐妹，这件事情他们可能要赔屋顶，他们可能要赔偿，但是我宁愿。失落这些世上财物，我也要我的朋友得到医治。医治，弟兄姐妹，耶稣看到他们信心，耶稣就决定了，
决定了，我今天讲最真实的话。难道刚才所说这些人找耶稣，耶稣就退到旁边去祷告，因为耶稣知道他们不是真的，但是现在耶稣要讲真的，因为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耶稣以前看到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的信心，所以耶稣从他们当中退开，现在耶稣看到他们的信心，耶稣决定讲了，小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姐妹，这个话非同小可，你凭什么这么讲？旁边都是一些神学院的这些教法师，教法师在我们今天就相当于这种神学很懂的这些人。弟兄姐妹，你凭什么讲这种话？只有天上的父才能够讲。还记得吗？刚才我们说这些人来举在耶稣面前听耶稣讲道，难道耶稣不是在讲这些吗？为什么耶稣讲这些的时候，这时候你才说只有天上的父才可以？弟兄姐妹，谁都可以讲。好，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直接的对照，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敬拜有没有唱？有没有唱复兴的火降下来？有没有唱列国归向主？我们都看，哇，这个规模大不大？如果你现在等一下出去外面有火降下来，你会怎样？你会吓死了。但是你今天唱歌的时候，你有很笃定在唱，你唱到列国都要翻转。如果你出去以后，哇，整个国家就变敬拜神的国家，你有没有很吓一跳？哪有可能？但是你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很笃定在唱？是。弟兄姐妹，权柄的事情比较难，但是比较好讲，因为不需要立刻证明。好，但是如果这个人得医治是立刻证明的，一个人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倒容易接受一个人的那种好像特别是，哦，我们好棒好棒，但是我们渐渐把神的权柄当作耳边风，那只是理论而已。弟兄姐妹，这样说好了，我们都相信复兴的火，整个城市要改变。然后神说，今天你为我建造一个大型敬拜中心啊，没钱啊，没空。弟兄姐妹，整个城市翻转，可能好几百亿的，那建一个敬拜中心十亿，我们有一天要预备这个巨蛋，我现在不要讲巨蛋，我想大型的敬拜中心，可能要十亿，哇，不可能啊，不可能。但是如果唱复兴的火降下来，大家都相信，因为这个死无对证。好，哦，你唱完又不关我的事。弟兄姐妹，耶稣今天说，你不相信我有这个权柄吗？这个城市要翻转，你不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那什么都没有。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现在眼前的我也让你看到。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城市会翻转，你去努力，你眼前所需要的神给你出现，因为你相信，因为你相信，就两种都有。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只会讲的话，两种都没有。弟兄姐妹，神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在神面前你到底得着了什么？你真的得着了吗？我要让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说神在这个世上有复兴城市的权柄，有复兴的城市的权柄。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今天让你个别的神迹你可以看得到，你也看不到，但是你相信的话，个别的神迹你也看得到。好，我们来思想，就是这样子。你真的得着了吗？弟兄姐妹，你真的得着了吗？那些四个朋友没有因为这些混乱他们就离开，他们再继续等耶稣讲话。耶稣就对那个人说，你们不相信的话，现在我做一件事情，你起来行走。你本来是在那边没有办法，但你起来行走的时候，拿着你这只垫子自己回去，你起来行走。弟兄姐妹，他的朋友在屋顶上看到是一个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我相信的是耶稣能，但是我不要去讨论我认为什么才对。耶稣能的时候，真正的权柄是你得到天上的道路，永恒的。你地上的某一点某一点的需要，只是证明而已，只是证明而已。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到底是寻找耶稣，还是寻找你的需要？求主能帮助我们。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赶快来试一下。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得到神的爱吗？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以为自己能够做什么。你要在事情上仰赖，这个动作并不是不负责任。 Trust 是信仰，是信仰。
在这条道路里面，因为你尊他为神，你在道路上你会拼命找，你并不是闲懒，仰赖并不是不做事，而且相反，你会拼命找，你拼命找耶稣，拼命侍奉，你是真的仰赖。那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也许你拼命把你的十分都拼上，弟兄姐妹，你得到是千百万分的神的荣耀，神预备要给我们，神预备要给我们教会，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教会一步一步往外面去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预备有一天整个城市翻转，那时候这些点出去的点都要一起翻转，所以一起翻转的时候，不是教会翻转而已，是这些点都会一起翻转的。我们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振作，但要叫你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弟兄姐妹，神说起来，还记得吗？这句话跟什么事情一样？跟神跟耶稣亚讲话一样，起来，你现在要往应许之地走。我以前怎么跟摩西同在，我现在照样跟你同在，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这个动作，在生命里面不要哎呀得过且过，然后定时来聚会就好，你一定要一个侍奉的态度。我愿意相信，我愿意相信的感觉是什么呢？我愿意相信的感觉是在神面前起来。好，弟兄姐妹，我们为了让大家起来，让大家一直跳跳跳跳，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里面需要有一种活跃的感觉，活跃的感觉。你的赞美，你的歌声，你的荣耀，在神面前知道神爱在其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故事里面寻找耶稣你的踪迹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件事情，我们找到了有四个好朋友在拼命，我们找到他们在想法子，我们找到了他们在爬屋顶，我们找到他们奋力把他们朋友抬到屋顶上面，我们也找到了他们怎样一定要找耶稣的方法，不惜要赔偿，他们都要。他们把这个屋顶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看到耶稣看见了，耶稣肯定的是他们的信心。主耶稣，我们希望我们在你面前被你肯定我们的信心，我们希望在你面前被你肯定我们在你面前来到你面前的意念是那么强烈。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今天这个时候的我们要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一样活泼有力量，我们想要为你而来疯狂，我们想要为你而在这世上为你能看到一个特别特别的梦想要实现，就是这个城市要归向你。这是我们祷告，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奉献的时候，这首诗歌赞美主的主曲，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用这种到处是一个赞美主，上个礼拜我们讲赞美的功课事实上是最大的一个武器，我们希望在这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新的功课。我们来拍手欢迎弦乐组跟牧笛组的来赞美主。
弟兄姐妹，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向神你献上感谢跟赞美。天父，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长存敬畏你的心在神你的面前。天父，求神你帮助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你。天父，你必定指引我们的道路。愿神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在神你面前活着的时候，我们抓住机会来服侍你。天父，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父神，谢谢你，愿神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来喂养浇灌我们，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可以荣耀神你的名。谢谢父神，愿神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不失去起初的爱心，让我们每一天活着要为神你而努力奔跑。谢谢父神，这样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的，阿们。颂荣，弟兄姐妹请起立。颂荣的诗歌《奇妙真神》，颂荣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祷。神的主，我们谢谢你，很高兴能够在主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圣殿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知道主你在天上垂看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的心思，你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求你不但是垂听我们的在你面前的需要，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所说的成名我们的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鉴察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认我们的罪，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追求，是你完全的充满。也因为这样子，我们生命不再害怕，我们生命有一个坦然无惧的爱在我们当中，是可以站立在你施恩宝座前的这样的爱。谢谢你，献上感恩，我们何等的喜悦在这日子里面领受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这时候领导我们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得到医治，得到盼望，得到力量，让我们在活泼的身心里面所看见的荣耀国度，我们就向着这样的一个标杆来自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坐。好，弟兄姐妹，我们。